我说蓬莱啊，您记得吗？当初手草教唐老大说要带我们红豆帮拿下现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不过怎样，我们车程相间何太急啊。算什么？算什么？我们现在这样算什么？现在这样不就等于回归原位了吗？不然我们等一下直接带人过去报兵的啦。唉，但是手草教唐老大现在已经跪在绿豆帮面前好像塞兵啊啦。算，真的是绿豆算你狠。手炒焦糖搭配多种精选配料，恰到好处的甜度，当天现煮绿豆蒜，从绿豆去壳到小火慢熬，多道工序，老板娘亲自把关，为了美味下苦心，为了绿豆蒜你狠，真的可以 saving 呢。